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Philippines has issued a notice on further adjust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codes for people traveling to China.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整赴华人员申请健康码要求的通知。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根据中国国内最新防控要求，结合菲律宾本地实际情况，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就自菲律宾赴华人员健康码要求进一步做调整。所有乘机人员需在登机前7天开始隔离，认真做好健康监测，并如实填写自我健康状况监测表，在申请健康码时一并上传。在非中资企业项目人员需提前21天开始居家隔离，除按要求填写自我健康状况监测表外，还应由所在企业出具隔离管理承诺书。无既往感染史且已全程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满14天以上人员，登机前需进行3次核酸检测和1次抗原检测，结果均须为阴性。其中第一次核酸检测在登机前第7天进行，第二、三次分别在登机前48小时、24小时内进行。登机前12小时内需进行一次抗原检测，有关检测报告无需上传至健康码小程序，航司凭绿色健康码和抗原检测阴性结果办理值机。申报健康码时要求提供登机前3次核酸检测的检测报告、疫苗接种证明、新冠疫苗接种声明书、自我健康状况监测表、本人有效护照、旅行证资料页、全程机票。未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人员登机前需进行2次核酸检测，一次血清抗体 IgM 检测和一次抗原检测，结果需均为阴性。其中第一次核酸检测在登机前第7天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在登机前24小时内进行，同时进行血清 IgM 抗体检测，登机前12小时内需进行一次抗原检测。凡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发生过无有效防护接触的人员，需隔离观察至少14天，方可安排赴华行程。符合条件后，按前2类人员相应要求申领健康码，并如实说明本人接触史。有感染史人员痊愈6周后方可申请健康码。申请人需进行4次核酸检测，第一、二次检测获得阴性报告，即视为完成痊愈流程。自第二份核酸检测报告出具日期起，至少满6周，申请人需再次接受2次核酸检测，并获第3、第4份核酸阴性报告。之后申请人可通过邮件向使馆提交预审，并在收到使馆邮件恢复通过确认权益审核后，方可启动隔离和健康监测、行前监测，申领健康码。外国公民赴华申请健康状况声明书参照该通知执行，该通知自4月16号起正式实施。 China Tongue News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